下。好，右边了哈，左边是开了哈，这已经是左边了，就是中左边的。好，这边是两手哈。好的了。妙洁少女，妙洁少女，妙龄女子，不是妙龄，妙洁少女。男女众的出家人在休息，这男众这女众有人在休息。观菩萨前面有净光菩萨，不错哈，杨柳枝很神圣庄严，比较古色古香。对，古色古香，神圣庄严。这个庙可能比较久。久了，这个以前很久就要来这边盖，很久了，从这边过来这边盖的，盖到这样。他就因为他有女众男众，有对疗法的，我看现在有出家众在这边去。你去那干净。很干净。他们可能比较重修行的，啊，你要拜让你拜一下，他重修行的，不错啊，正道重修行不错，所以不分嘛，那个要主攻你，他生也灵巧宝贝嘛。就自己投啊，不自己带，一直一百块，按你记录在自己投。你要是哪一个的？那我喜欢的话，看我有令在做出来，阿碧令在做出来，放在这边对，自己投，对，然后自己选，对，不再用这种方式。对啊，我们做一集一集这种花钱对，做出来一集一集，啊，自己投。对，就是你把分掉，金刚经就金刚经，然后什么经就什么经，啊，自己投。嗯，可是你金刚经还没录完呢。来，说举例啊，你还录，又可以做这种方式啊，还要录很久。可以啊，没问题。金刚经哪有很久？金刚经快要完了。你找你要找哪里记得住？好，我们再。老师。
老师。还有上面的。老师。诶。上面是那个。那谁？老母娘哦。要不要上来？结果他会改为玉娘的，搬离家当。但是他那个旁边那个也是写玉皇，玉皇，然后三。那有时候前面呐、啊，前面是玉皇啊，后面是母娘。这里有上帝，有上帝，玉皇上帝。这是以前应该是明朝啊，玉皇上帝是在前面那一尊，前面那一尊。后来又改了，然后又发财，又发财。财富，你说哎，明朝被谁？我盖给。所以我是认为这个都有点。夫妻老母，对，夫妻老母，所以这有多吼，还得来得养修复啦。用道来排，但里面有那修火，你看，有无？夫妻老母娘俩各上面，有无？黄金都做啊，黄金都做啊。以道来讲，但是它里头有出家人，没差。我说这个跟这个没关系嘛，什么一定要怎样出去啊？大仙有什么意思啊？好吧。他自己养不离他了。要多点钱，然后进去。哦，听着听眼，再改为听着听眼吧。等离佛母，对。对。哪位是等离佛母吧？还有三宝。还有那个阿难跟迦叶尊。这一整一波五，所以它大还是一大来讲，整一波五有一点点像对手的嘛，这样，有吗？哎，看就这样。整一波，对，这是供养，供养咒，供养咒，这是无量供养。我们那个如果念咒在供养天上仙佛、娑婆菩萨，不算供养。施食的时候。施食五十供养咒。所以那是牵着心眼，他各有手印都不同，他的手都不同，各手印都不同。他是八个手啊，准提佛。我说佛教有准提佛，道教也有魔力魔力佛天菩萨。那一个是阿难，一个是摩诃迦叶。对，摩诃迦叶就是阿难，就是摩诃迦叶。所以我说都有出家人在，但是他又不是大佛母，但是又有道教，所以这三教吧。是佛的心摄影，我认为他在很好，不分彼啊，你懂吗？你来我就一定要跟你说，我要我回来的，你讲你的，我修我的，我认为这是大突破。嗯，还有什么？什么叫突破？不要说我是不是理仙气仙，这叫突破，但是这会害死，害死一辈子上不去了。什么理气一个不分别心的，还分别？嗯，是讲心的理跟心的气。所以应该山谷下面啦，但是这边有一个，这个叫做聚气之所。那盆地就像我们那天去的，它也是，哦，中间那个。对啊，这靠山林这边有个聚气之所，所以这个地方啊很凉，所以你在这边坐的时候，比外面庙还凉，因为这边有聚气，所以有清凉之气，所以在解降大时候才出清凉的。你看那个地理环境，就是看是不是这个外面有一座围山嘛，这里面是一个谷啊。很好修行的地方，这个谷啊，那这边来一个修行很清凉啊。啊，
啊，等下咱毋是要去什么紫瑞塔，咱来看一下。六龟。六龟。咱来来看一下。这边比这个少多了，但是很美。没关系，我们去看一下，我就想去看。走。那边。满足你们的心机你的心情。好。走。那这个地方有点深情的感觉。好了下人说他们在做什么没有没办法在这里休息因为可能在有什么问题对啊我不知道啊他旁边那个洗手间有开了对啊等一下旁边人住在那里面了、啊这里的情绪啊我接受到了情绪都收起来了接受到了情绪都收起来了对对对对六龟紫薇堂。骆驼山。黄跟南靖聊天你知道，南靖会讲很多故事给我们听的。那今天大概要住南靖了吧？今天聊下去啊，芭比也会聊，反正聊到晚上。陈老师，请不要破坏小朋友的东西。你不能做，我可以做啦。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要讲几个？保健品拿上面。黄色的，那是恶魔果实，那是恶魔果实啊！那是仙草，那是恶魔果实。仙草要等到仙草了，要那个还没有，就一颗仙草。你们摇到我头好晕哦！你们摇到我头好晕哦！等一下啦，来走啊！拜拜，陈杰一拜拜。王杰，再见。这果是什么？这奶鸡啊，奶鸡啊，哦，奶鸡啊。你看，它整个这个地方都要卖，你看。是种果树最好。如果逍遥城，你看礼拜有一果树果园了，很适合你们。都变方便啊，几乎都有啊。欢迎来园山拜。拜你。欢迎来园山拜。走喽。